家好啦，今日咧好开心咧，都揾到一个台湾嘅网红组合咧嚟接受访问啦。咁咧，佢哋咧其实就啱啱喺内地咧就即系做完嘢，系搭火车嚟到香港，咁亦都旋即就需要搭飞机翻台湾做嘢啦。咁咧都争取到好中间一个时间咧，就同我哋做一个大简单，但系而咧几有趣嘅访问嘅。咁咧熟佢哋嘅朋友咧就唔需要讲啦，佢哋就系皇阿玛嘅后宫生活嗰两位主持人啦，就系狸猫同埋志明啦。咁咧唔熟嘅或者我哋半句推嘅观众咧，即管睇睇吓，可能有啲新嘅趣味可以俾你发掘到。开心之余咧，大家都观众都有个心理准备啦，一间咧你会听到啲好纯正嘅国语，但系咧有啲同事听到啲嚟自火星嘅国语，大家有心理准备咧，一系就听得好辛苦，一系咧就笑得好辛苦。但唔緊要，最重要嘅係我哋受訪嘅主角皇阿瑪的後宮生活，兩個奴才志明同埋狸貓，就真可以睇睇咧點樣咩叫有100万粉絲團嘅威力啦！你好啊，哎，狸猫跟志明，哎，我是狸猫，我是志明，志明哈，你好，你好，我们是环球 TV 的 Brian 啊，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做一个专访，然后有些问题就问你，这个，很多 fans 也记得你们是皇阿玛，对，我说的对不对？皇阿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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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皇阿玛的主人，就是我想问这个王亚马这群猫猫啊，派片的概念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其实就只是把他们原本的生活，然后呈现出来给大家知道。对，所以一开始只是为了要记录他们的生活，多一点他们的影片啊、照片啊，然后后来就把它剪成影片，然后刚好网络上很多人喜欢，所以就这样被大家知道了。你跟狸猫的分工是怎么样的？是你们负责的是什么工作啊？我比较多是文字，对，然后狸猫比较多是在设计啊，还有影片啊拍摄后制的部分，对，所以他负责视觉，那我比较负责内容。对，想问你们有没有跟你们的粉丝见个面呢？就是王阿玛的粉丝见个面呢？我们很难不办这种，很难不办这种。我们之前其实都有在香港办过签书会，然后其实连续来了3年，对，也许今年还有机会可以再来。真的吗？那么他们猫猫有没有？没有，就只有我们来而已。对对，因为猫猫不可以搭飞机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最多的粉丝是来自哪一个地区呢？来自哪个地区？那个国家？台湾当然还是最多的啦。那不过台湾海外的，就是其实最多的就是香港。对，就是香港非常多的。香港的人数，我们签书会每年这样办下来，香港的人数大概都跟台北场差不多了。对，所以香港很多很捧场。谢谢谢谢香港的大家。真的吗？因为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粉丝啊，真的，因为她很喜欢猫猫，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准她养这个，然后她没有的养，所以就看你们的节目。对对对对对，所以香港很多粉丝。香港蛮多的。有没有统计过多少？统计过。没有真的去统计，不过数量可能跟台北是差不多的。差不多，对台北。因为现在你们已经过100万的粉丝，对，就是很炫不炫啊，很厉害。阿玛比较厉害了，阿玛厉害，就是最多人喜欢的是阿玛。猫咪的话应该是可能是，但是其实其他只猫也是蛮多，就各自有各自喜好的。但是我觉得阿玛现在已经12岁了。所以你们有什么计划去延续这个排泄，就是你们的频道，就是它很老了，现在已经，所以有没有什么计划？因为最近我们有在做一些插画，就是阿玛他们的插画，那我们有把它发展成实际的公仔，就是小公仔。对，也许我们之后会用这种方式来跟香港的朋友见面，或者是跟大众介绍插画版的阿玛。
你们有没有想要再加入一些新的猫猫啊？目前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七只太多了，已经太多了，已经太满了，就是再养下去，我们就是生活会变得比较复杂。对对对，是不是现在你们花很多时间去照顾，还有跟他们拍戏，是不是很多时间？见你们到处走街、嗯。一方面是要花时间去照顾他们，一方面是他们自己。那个环境有限，然后他们空间不够大，然后他们猫越来越多的话，他们彼此会吵架、啊、不和啊，所以他们自己也会很困扰。对对对，他们还是会吵架，对对对，所以我还是不希望他们吵架，所以应该短期内不会再有别只新的猫，因为七只已经算蛮多的。对对，说到吵架，如果你们真的吵架的话，怎么样帮他们？对对对，隔开。想办法隔开就好了，就是隔开就可以了，把它拉开，对对，不用，就是隔开就可以了，对，拉开了，不用武力、哦，不能，就是我不是 有时候把它拉开，我们反而会，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快，啊、不然会受伤。啊，明白，好。啊，那么现在你能不能拿着你们的新产品啊、之后会在扭蛋机出现，就是扭蛋机里面只会有一只了，虽然我们现在拿这么多只、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设计了七款的阿玛他们的公仔，那这个就是阿玛，对，然后其他几只就是他们的后宫们这样子。 对，是会有七款，对，所以我们之后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是他们的插画样子跟大家见面这样子。对，那么现在除了台湾之外，另外的地区有没有卖的这个东西？除了台湾，香港规划，目前都还在规划，之后也不排除就是海外还是有其他地方可能会有。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来香港。啊，对对，我觉得应该可以，香港就谈那么多粉丝，应该可以卖的。对对对对。除了柳丹之外呢，还有什么新的产品在计划中呢？我们最近刚好有要再出下一本书，第五本书，然后会在差不多的时间上市。对，就到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应该也是会有计划来香港办个活动之类的。这个书是图片呢，就是文字有故事，然后跟图片都有。对，有没有漫画？有，这次刚好有漫画，这次刚好，但这是第一次有漫画，以前都没有，对，这次刚好有，对，所以就是透过漫画也想要让大家看到更丰富的面貌啊，就是猫咪的生活。就是你谁画的？狸猫画的，主要是我画的，对对对，狸猫。可是我们故事就会一起想。谢谢啊，好，希望你们的作品啊，还有产品也很大卖。好，谢谢。